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董董呀。那今天呢，和毕先生来看房子啊。这个是毕先生，他在这里呢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是在疫情之前买的，然后呢，可能打算以后呢就是要回马来西亚，所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泰国的房子啊感兴趣的啊，那毕先生呢已经买好这一套，他可能以后要回马来西亚了嘛，所以呢就是想这样的一个转手一样的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那现在呢还在施工啊，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嘛，所以呢就是耽搁了啊，要今年年底才交，所以呢就是预计十月之前预计十月之前交啊。然后这个小区就在那个轻轨站进来五六分钟走就能走到这里，然后这一边区域的话呢其实是居民楼啊什么的，还有一个高，这边有很多那种科技园产业的、那个、百货公司那边还有很多的百货公司那种商场什么，所以还是挺方便的。这里就有一个711门口，就有一个711，还有一个 Tesco 莲花超市，方便还是挺方便的啊、哦、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然后呢，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一片区域啊，他们在这边建，因为今天是放假了嘛，泰国的。这边就有很多当地的小吃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它这个8层楼啊，有点像那种精品小区一样的，这边就是他们那个设计概念图。然后我们去看看那个样板房啊。然后我们现在来这个样板房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图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公寓的外观了、可以看到公寓的外观，他们有种了蛮多绿色植物的，包括天台啊，天台我最喜欢的，有一个绿色花园，然后公寓的不那个。天台外面它会种一个植物给你、不用吃，先吃草、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怎么样吧。这个就是我当初购买的房间的房型，它是27.8平，然后它那个是白墙啦，不会有这种就是设计的。然后当初买的话还有送基本的家具，沙发椅子啊那个桌子，但是电视机床没有送的。那如果你购买我这个房间的话，电视机我会送你一个60寸的电视机，对，我自己另外再自费 Samsung 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洗衣机我也会送，就直接你住进来就可以了。电器啊，所需要的基本电器啊，吸尘机啊，洗衣机啊，然后电视机啊，所有我都会送。你自己去买了？我自己自费，就是所需要用到基本电器，我会自费先买好，然后放在这里。你要买来再出租给人，也可以直接出租，或者是你自己住也可以，把行李带来直接住。对，因为我人还在这里的话，这些我可以处理。然后我是买在8楼最高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看那个卧室，就这样。对，卧室它空间比较小，适合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住。对，厨房就也就是小小个的。对，然后还有一个阳台。外面是什么？阳台晒衣服。这个阳台挺，这边就可以看到外面了。到时候如果说在8楼，对，8楼看到整个景色。然后空调的话就挂在这里挂。对对，买的时候一定也有空调的。
这个是洗衣机，洗衣机也是没有附送，但是我也会自己去买一个全新的。对对，然后看到它这设计还挺好的，它这个设计真的很好，而且它这个是有这种隔间的嘛，嗯，所以说它就是那种炒菜啊油烟就不会出去了。对，然后洗手间我也挺喜欢的，因为它虽然小也有做干湿分离。对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住就很舒服了，这个大小。洗手间，对，干湿分离的洗手间，然后它这个设计我也很喜欢。它这个是这个什么 Koto 这个牌子哦，非常好的，嗯，国际品牌。对，像你看到的这里的设计是买的时候就有了，当然不包含这个啦。对，对，但里面设计是长这样子的。对，这马桶啊什么都是开发商都会做好。对，它还有做好一个。就是镂空进去，你可以放物品，不像一般普通的就是一面墙而已嘛。对，这个泰国的开发商全部都会做好的，其实。对，如果你买的话，我自己也会，如果你有需要，我自己也会稍微就是布置一下，把日常需要用到的必备的东西也会买好放进来。对对。对，以上房间就是这样子。嗯，哦，价格吗？我买的时候是，290多万。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再联系，价格可以再降低一点点。对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买是因为疫情之前想说我会一直留在这里，但是现在疫情发生了，我的想法是啊，疫情之后想回家多陪家人，然后。你家在哪里？马来西亚，想说这笔钱就。拿回来在马来西亚买一间，以后想长期住在马来西亚。对的，疫情之前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想到处旅游啊。对，以上就是这间房间。这就是你想转手的原因，是因为想回到马来西亚了是吗？对对对对，主要也是想回去多陪家人啊。对，所以这个很适合。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位置在 Punawidi BTS 附近。对，它 这个 BTS 距离阿索，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 Terminal 21百货商场，也就几站的距离而已，大概四五站的距离。对，你搭 BTS 去阿索的话，大概15分钟吧就到了，然后那个 BTS 走过来这里也就5分钟的路程。对，然后你那个时候说什么开发商会给你包租？哦，如果我没有卖出去的话，开发商他们当初我买房子后有说好，就是5年包租，1年5%。5%是什么意思？总价的5%。比方说我自己买300万好了，一年你可以拿300万的5%。对对。那可以拿到多少钱？平均一个月有1万多泰铢，1万1、1万2左右的泰铢。就相当于就是开发商帮你去租了房子。对，就等于这5年我租回给开发商。对，开发商每个月付我10000多泰铢的租金。对，这样子也挺好的。对，如果我就是啊，如果说自己住，那就没有这个，嗯，这个回扣给你。如果说你要租的话，你可以让开发商帮你去打理，嗯，然后每个月给你10000泰铢左右这样子。对对对，你可以就直接整间房租回给开发商，你根本不用添购任何家具也可以。对对对。这个还有这个电子锁是他们也会附送这个电子锁，如果你自己买也要好几千泰铢吧。这是送的？对，也是送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可以看到他们会在阳台的外面额外再种植一棵小树。对，所以我们的阳台望出去隔壁一点会有一棵小树。对对，让整体的公寓外观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就是阳台上会给你种一棵树。对，阳台外面的外墙一点点会种一棵小树，就是然后整个公寓外观看起来就是很绿色的感觉，感觉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对。好啦，那这就是毕先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嘛，不是说为了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主要是他呢要回马来西亚啊，多陪家人，所以呢，这套房子呢又是在疫情之前买的，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的啦。如果说大家在想买这个房子，这开发商是什么名字啊？又忘了。Pusa 是曼谷第一的房地产商，曼谷其实有很多公寓，嗯，都是他们家的，所以
品质真的很有保证，以品牌还是第一嘛，根本不用怕。嗯，对，所以开发商还是靠谱的。位置的话就是在这个什么站，普纳维提。哦，普纳维提这一站走过去也就500米走路走到了，五分钟左右走、哦、就走到了，五分钟左右，所以还是不错。刚刚我们去看了施工现场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如果说你真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信啊留言都可以啊，到时候呢就是自己可以更加的那种详谈一下啊。好啦，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视频，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